在此次回归，可以看得出女孩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在许多舞台以及节目中都毫无顾忌地在镜头前亲密接触，也因此成为了粉丝们之间讨论的话题。而在近日举办的演唱会中，女孩们也在舞台上疯狂地和对方示爱，尤其是维娟更是在现场贴脸舒华，真的又甜又可爱呢。维娟也在唱歌时直接向雨绮示爱，害到雨绮在听到告白后直接拔腿就跑，两人之间的互动也超级有趣。